抱歉，但係由香港暴力會嘅主席黃榮章先生就負責頒獎。咁我哋呢份呢場車仔玩之後咧，我哋可以開始抽獎。嗱，各位觀眾，你哋見到你哋咧就擺咗好多好多嘅飛機喺度啊！雖然佢哋今日冇飛過啊，但係就睇你哋自己飛機啊，大部分咧都係叫我哋叫長身飛機。咁你可以見到有唔同嘅種類，有啲兩隻翼噶啦，有啲三翼嘅戰鬥機啦，都可以見到中間有兩隻好似黑色戰鬥機嘅飛機仔，佢哋嘅引擎嘅推動原理咧亦都有少少唔同。引擎啊，啱啱掉頭喺呢度過嗰陣。非常之威風啊！好啦，而家你後面見到一架細啲嘅，哦，聽漏咗啊！細啲嗰個咧就係1:10嘅。麻煩啲，請埋啲人啦。好啦，呢個淺藍色車咧。就係、是、陳偉健先生後面跟隨住嘅，啱啱過咗咧就係梁。黃主仔，係唔使俾呢隊嘅，打佢。好，同阿鏈下表有啲技術俾啲觀眾睇下先。数字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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